百山百山水。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涯围棋，我是杨子。我们今天为你讲解的比赛是第22届农心新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赛第一阶段第三局的比赛。我们请到的奖金嘉宾是曹大元老师。曹老师你好。哎，你好，亲友们大家好。对，今天是第一阶段第三局比赛，那么两位对手呢分别是许家元对郭子豪。对。我今天这届比赛的新风战我是觉得挺遗憾的。是。是范廷钰输给了韩国的棋手。对对，第一局好是第一局的比赛。那位棋手叫洪什么？你看我的名字都不叫的不是洪基瓢啊，叫洪基彪。对，叫洪基彪。对，你看我名字我都叫的不是特别熟悉的，不是很利索。对，他就是在韩国的话，其实排位一直没有太靠前过。是。是的，并且现在今年应该也已经30刚过，好像是，哦，已经算是比较年长的棋手了，在围棋界。对，是可以这样理解哈。现在来说的话是这样，不过那盘棋，小范确实发挥的不好。对对，我们也是损失了一员大将。昨天呢，许家元是把这位。洪基彪，洪基彪，韩国先锋给赶下了擂台。是，对，许家元年纪也是非常轻，应该是97年出生的，对，是。最近这几年的战绩也非常不错，在2018年的时候，也是从景山裕泰的手里夺下了棋正战的头衔。是，对，确实，许家元，我觉得基本上能在日本排为第三左右吧。是。这个是今天开始比赛时的画面。我们这是比赛的画面啊，这位棋手就是郭子豪。感觉现在棋手们已经适应了网络的这种比赛的方式，因为最近的比赛都是用网络进行的。对。其实说起这个网络比赛适应的程度，我们的年轻棋手本来在网上下棋是很适应的，下的比较多。但是就在网上正式的比赛，确实这样的氛围他们还是有一个适应的一个，对，也是第一次一个过程。对对，因为比赛跟平时下网棋心态肯定是不一样的。对，网棋稍显随意一点。是。所以曹老师，您觉得这种在网络的比赛和面对面的比赛对棋手的心态上和质量上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可能吧，对有些棋手来说可能反而在下网棋可能会轻松一些。没有，不会面对就是这样对手面对面的这种压力感。对，只是你的目光的这种压力有的时候会有。是的，我们有些棋手就是像面对面比赛的时候是会有一些自己都就是说没感觉的不自觉的那种习惯，就是下手棋啊，对，眼睛往对手瞟一眼，对，而且是想从对手的表情当中去捕捉一些信息啊，这盘棋到底是谁好啊？是会有，对，不自觉的有这样的一种习惯。不过总体来说的话。下网棋就碰见比较复杂的计算的话，可能会稍微打一点小的折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现场实时的画面。对，这位是许家元。许家元，这是应该是在日本棋院吧？是的，在日本棋院，这是在中国棋院。这在中国棋院，对。好，我们先进入棋局吧。是许家元是黑棋，黑棋，这是经过临时拆先的。错小目开局近来不是太多见。对，接下来无忧角在近来布局好像也不多见。是，这个布局感觉是在很久以前有一段时间比较流行。对。
家园。这个布局在 AlphaGo 就是2016年出来下跟李世石下对抗时也出现过这个棋形，并且在这个之前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了。对，而且接下来的这个下法，感觉那段时间好像都是这么下的，对对对，有一个套路。现在最近这个下法见的很少，相对来说感觉像古老的下法了。嗯，粘上，然后白棋靠这个，对，靠这个。靠这个，后来这个也是最为常见的，对，上半，对，曹老师，这个小飞手脚目前越来越少的原因，是不是跟这个靠有关系吗？对对对，就让这个脚觉得不舒服。对这个无忧脚来说的话。就是白棋骚扰的手段比较容易，比如说这个是实战的靠，还有在这个位置上尖冲、对，就是黑棋如果跟着硬一个，觉得脚上子效不是很高，对，反过来反推理一下吧，就这个大飞手脚的棋形，现在有很多棋手在很重大的比赛中也会下手这样的靠，碰这个，这个碰，然后几乎没有棋手在这里推一个。对，哎，这样看确实感觉被便宜了，碰一下往回缩了一个格的感觉。好像是，当然，棋也不是说绝对不能下，但是确实是，就是对于这个靠的时候是没有人往这推的。是，但是这个尖冲的时候还是有棋手往这里爬的。哦，就从心情上来说。不想退让吗？对对对，感觉亏了样子。这个棋，所以反过来说，这个小飞手脚的情况下呢，就是主要是怕白棋在外边各种的骚扰，他很容易下手。比如说就是实战的靠，这个碰，对，这个也是其中之一。是，然后黑棋实战是扳，对，白棋长。黑棋是利，对，这个布局，就是好像像您说的是在2016年，对，这个年份特别常见，对对对，感觉十盘棋得有大概率好几盘棋都要像这样。实际上2016年的时候是当时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了，对，对，这个很熟悉的感觉，是，然后白棋是拆边，踮脚，这个是现在最为常见的。挡住，其实挡。爬。这个定式，我想大家见的应该是比较多了。是。下一步白棋的下法呢？基本上是这个或者是这个，这两手棋，这个下法比较少见。以往的话最多见的就直接一扳，但是现在是比较少见，除非是扳了想连扳的情况下，那么白棋会扳一下，扳了如果假如是长的话呢，觉得好像这个棋形白棋亏，稍微有点不满意，尤其这边没有子的时候，黑棋会争个先手，对，黑棋就是这边一拆边，白棋的外势好像没什么用，所以这个棋现在的话呢，基本上都是飞或者长。长呢是有先抢先手的意味，假如你简单的飞一个，那么这局不白的就会出先了。对，这边可以抢一个，对，抢个大场。走在哪儿，这个有点疑惑，反正。肯定是比较大的地方，是，对，不过人工智能的话是不太喜欢连片，这跟我们的理解感觉偏差挺很大，是，他也许会这样守个角之类的，就这样既守角又兼顾拆边，我下的话是现在还是有可能往这地方下的啊，可能我想有些棋友也会。我想有相当多的棋友吧，也会赞同我这个下法的。是，
这更好理解一点。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棋下到这里就不走的很多。对，这个可能还是人类棋手的比较常见的一个下法。嗯，这个像这类下法呢，就后续隐含的变化就比较多了。对。比较难掌握，黑棋可能会在这一代打入或夹击。是，这人工智能呢，主要是我的理解是这样，主要是对这种结构，他好像觉得不是太好，或者说他如果要来倾销你，他这个分寸感掌握的特别好。嗯，他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不是应该这样想，比如说他。要应该打入的时候，他是就会打入。嗯，这个人工智能在这方面的判断应该比人类棋手是要强。假如说他判断尖冲是正确的时候，他就会尖冲。嗯，但是同样的局面下，人类棋手是会感到有一点困惑的，或者说有些机会他是抓不住的。对，比如说，比如说这个点，比如说这个打入这个点是目前的胜率最高的一步棋，这种场合下，人类棋手就掌握不好。是。可能经过了长考，浪费大量时间，也选不对一个点。嗯，那么就是这个是说到，这是为了抢先手了。是，那黑棋实战没有飞，实战选择的是爬在这里。这个爬是黑的，也不想轻易的落后手。对，就这棋，如果你搬，我再搬，这个时候呢，假如白棋在这局不脱先呢，黑的是这里是有一个打吃，对，有一个作战的这个手段，对，或者再更多再爬一个，白棋长，白棋长，黑的长，对，这个就是一个战斗的一个场面。在这个局面下，如果那边有子，白棋有一点担心，对，肯定是有一点担心，所以实战白棋是不是因为这个也没有选择搬呢？对，白的是长一个，长一个，假如你现在飞出去的话，这个局部呢，局部是还是黑的，还是可以满意的，肯定可以满意。嗯，比我觉得比这个飞要好，比这个飞要好，这个棋形。哦，因为这个飞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地方白的还是有这样的，有一些手段，后续的手段，可以把你还是在封锁在脚部。对，这样的话，这个脚里。就没那么多手段了，没有了，这种跨了什么都没有了。对，这一下是稍微亏了一点，对，因为多爬了一个，多爬一个就多亏一点。不过就是这个局部呢，这局部来说，这个棋形黑的是能够满意的，但是白棋从全局的范围看呢，白的肯定也不会吃亏，因为白的第一是争到了先手，这局部争到先手，这个是如他最初的所愿了，是，就是争到了先手，并且这个结构上黑的稍微有点不太满意。哦，这个已经有一个开拆，跟这个飞，二路跟三路在同条边上相会的话，黑棋的效率是不高的。对，就这一代将来围不到特别大的空了。对，那实战黑棋是爬的，所以他还是继续爬一个，继续爬，这个也是抢先手，为了抢先手。对，然后白棋搬，黑棋脱先了。黑棋脱先了，对。这个地方是这样，这边就挂角，这个角就可以直接脱先了。曹老师，不担心里边的死活问题了是吧？死活肯定没问题，就是并且也好像白子再下的话也没什么太严厉的。嗯，因为这地方是这样，白棋假如说这样接一个，那这个层面是形成后势，但是黑的这个拆一是绝好的一步棋，这肯定是不太怕。这个也差不多的意思，就黑棋搬接就可以活。对，白棋如果从脚步来呢，黑的就安安心心的二路一搬就行了，这边是不会有问题了。对，黑棋实战抢到了这手棋。对，这有一个搬。是啊，这有个搬。对，这有个搬。黑棋挂角。挂角，然后白棋的下一步，这个夹击。是 AI 时代的新定式吗？对，应该是。是吗？嗯。之前我们所熟知的是一间地价吗？一间地价。那么这二间地价这位置挺有意思的。原来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对付这个高加的话，就是没有这个加的。哦。要加就是高的加。二间高加。对。然后就是一间高加也有，二间高加，一间地价是有的。这个好像觉得有点不伦不类的。他是
他的意图啊，就是让你也找不到好的点下，让你也不舒服。对，他这类的棋啊，都是就是，应该怎么说？就是他是想模糊局面的焦点，让你没有好的点可以下。我之前看到这部棋的时候，曹老师，我分享一下我的理解啊，因为下到这的时候，黑棋更多的是拖嘛，对，然后白棋有扳的下法，对，黑棋就退回来，然后白棋呢大概虎。假如还是这样的下法，可能这个子还真的是退。对，就没有这个子好，我是这么理解的。是，因为这个如果说，就算按古老的定式进行的话，黑棋小尖，这个依然是从棋理上是通的，这个小尖。小尖之后，黑的是有两个好点，一个飞压，一个这里、那个、点这个点、这白棋不是很舒服。那但在这里的话呢，黑棋反而为好棋下、就这个位置比这个位置要好得多。这样是会好得多，对。所以黑棋其实也就不会这么下了。应该是不会这样下了。这么下明显也是亏。下中之后，黑的还没有好的后续手段，就不会这么下了。是，黑棋这个局部可以下的是这个从这个方向来飞，飞的话绝不我想白棋应该会跨断，会跨断。正常这个子如果在这里的话，黑棋就可以拖过。对，那在这里的话明显拖不过，那只能选择战斗，靠出来。对，白棋是靠，可能也黑棋是冲，白棋是断。那如果争跟争子有关系吗？如果黑棋争子有利，白棋可以这么下吗？好像黑的还可以，黑的速度比较快。如果能争掉的话。就是如果就这么打过，这个白棋不满意。白棋也对，他说稍稍的不满意。但是现在争子是黑棋不利。黑棋就只能退一个，黑棋退这个是吧？退这个他是往这压。压几下再把你造。对。造去。这个呢差不多就还原成二尖低加低挂，二尖低加飞压这样的棋啊，然后飞压啊，白棋冲断冲断挡上，就是这个棋形。这个这后续的变化都很复杂，很复杂，但是两位棋手应该是很熟悉，很熟悉。对，我印象中好像是有一个小尖，对这里面是有个小尖，是但是这个好像白的应该还可以，是他如果这里形成后势的话，对这一带白棋成大空是很有帮助的。好，我们看实战。他的实战呢，实战黑棋这边飞了一个，对，这个非常见吗？因为最近棋谱看的不是很多，不知道这个飞是不是很常见。对，我其实也跟你一样，也看的不是很多啊。但是这个见还是见到过的。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你反推理是这样，黑棋很想下在这里。一步到位，直接震在这儿。不过是有点过分，有点过分了。就是假如能下在这，黑的应该会下在这。是，这个白的是必然要反击。要反击。哎，这样反击感觉那边后是有用武之地了。对，毕竟是局部战斗，这黑棋要扳啊，是要扳的，要扳断。如果扳断下面如果硬正面硬扛的话，我觉得黑的有点过分。黑棋会不会有一些对腾挪的这种手段，这样靠一个之类的？这样的棋呢，我不知道就什么时候下，比如说这个要不要扳？可能就形成一个转化，我觉得你搬了再靠反而有点下重，直接靠这个是，直接靠这个白的应该也是不会理了，应该是这样。如果白棋理的话，这里边腾挪起来，对，很有手筋哈。黑棋因为这个是先手嘛，你比如对这边肯定是先手，你这边不好下。这个转化是不是黑棋觉得也不见得好？比如说白棋长也行。对，感觉这个脚好大，长也行，长我立我能飞过是吧？
飞过我能够扳了长虫的战斗，还是挺复杂的。对，感觉白棋可战，还可以。白棋我觉得不战也、嗯、也好像也是可以，嗯、也不是。就这个角就给黑棋吃掉、对。这边也很大。是。啊、嗯，很可观的一大块空。这个转换，好像白的也、也可以下，不过这棋确实黑的是很有这种心情，要下在这个地方。嗯。后续变化有点复杂，既然黑的往这里下了，白的总是没什么不满意的，我觉得。对。白棋是靠，嗯，这个间隔非常大了，跟比如说再过来一路的这个又多凭空多了好几目棋啊，如果这样的话、是吧，这样你再靠起来这也是成空，这样靠起来这也是成空，可能就多成了一排空、是白的应该不会感到不满。黑棋白棋是退，然后这边长了一下，好，长了一下，黑心这边加强了很多子力，肯定也是在瞄着对这个角进行攻击。对，这个蓝边很严厉。是占白棋这个拐到这儿。然后这个就这有个冲断，白棋是觉得这个子不是很大，就不要了。他好像我想拐的用意并不是说怕黑子在这里冲断，不走的话是怕他这里压过来。压一个。压的话白棋大概只能退啊、这样这样，这边空觉得被压缩了是吧，这压几下不是太舒服、还有个下方是先冲一下再压，有意思吗，对吧，冲一下再压也是一种棋形，那白棋肯定要只有接了，对，肯定要补上了、我再走出去，这个可能这个好一点，白棋为一个、那这个黑的应该是可以的，所以白棋是要争先拐这个头，拐了一个，然后黑棋下一步棋逼住，对，这是必然的一手棋、白棋活角小尖、对，小尖一下、这个角里基本能够做活吧，啊。然后他还是白的，还是大局为重。对，打吃黑棋粘上、然后再飞。飞。这个角目前来说已经是活了，不需要再走了。不见得活，还得靠。靠这个力士先手。就是基本上，比如说我小尖，你得力，我得打。你得挡住，对，这个是一个金龟角，对，金龟角印象当中的话要有这个是一个打结活，对，有这个就是当然是我如果有一个一路扳再加个这个白的就能活，现在是没有扳基本上就算打结活，但是你如果少一个这个我们俗称肩膀的话，这个绝不是被禁杀的，是，对，因为这个角是感觉是一个经典的死活体的成型、对，等一下我们会出现这个角部的再给大家介绍，实战就下到这里，实战是这样啊、白的打了一飞，黑的棋是立，然后白棋打、就来了，就马上出现了、黑棋马上就尖，然后就点在22的位置上，它是这样，假如这个地方有个黑棋的话，这个角就是被禁杀了。如果这边扳是先手呢？扳先手还是结？打结。扳先手的话，有一个扳的话，它是从这里过来，再扳这个。对，黑棋如果立的话，避免不了他这走。白棋立，这是个打劫，是没有这个扳，黑棋直接度过了。对，但是扳这边他也损了，还是一个打劫。他现在是实战，他是这样下的，他就点的时候，白棋就直接在这里顶。这个局部的继续下去呢，他是不活的，就是顶，比如说简单的顶。下一步黑棋
在这里搬也好，立也好，他都是死的，就是搬，立他突立他也在走这个你的作用，但他如果搬，我搬这个，大家看见这个棋形就是立，对，就是绝不就是做不活的，因为你少一个这个，嗯，你现在只能走这个，然后他走这个是把你杀死，绝不是杀死，但是外围黑棋是很破碎。对，因为这个脚上气特别长，是只大眼。对对对，白棋如果出来跟这个杀气，黑棋可能气不够。气对，嗯，这个有靠了连扳出去的手段。对对对对，有很多个手段，嗯，这个差很多的。是，所以肯定是暂时的话，这个绝不放在这儿，放着，黑的是先不能动手吃的。不过黑的外围还是有种种的利用。嗯。嗯，我们现在看到了现场的画面，啊，这个比赛是美方一个小时，对，是中国时间下午一点开始的比赛吗？这盘棋，美方一个小时，然后一小时可以用完，嗯，用完了，但是一小时用完之后，你就是以后的每一步棋子在一分钟之内必须录，只有一次，对，没有保留。那这个比赛赛制在职业比赛当中算是比较快的一个赛制了吧？算快棋吗？对，其实这个比赛最初举办的时候，今年已经是第几届了？第22届了。对，比如说22年前的话，这个比赛就被基本上是被称之为快棋。哦。但是现在又过了20几年了，人们的生活的节奏啊，都已经快很多，就是。这个比赛在韩国来说已经不算快棋了，已经算是中间档的对，偏慢的棋了，已经不算快棋了。对，我记得在中国来说基本上还是算是一个快棋。是，记得以前比赛的时候好像每方3个小时的棋都很正常，很普遍。对，很特别普遍。现在已经提速越来越快了。以前的话每方3小时是几乎所有的世界比赛的标准用时，就是每方3个小时，然后保留5分钟读秒。嗯，然后就是近几年的话，韩国的国内的比赛，他们国内比赛几乎全部是快棋，并且是非常快的快棋。比如说每方10分钟，哦，然后什么30秒5次。哦，有点像我们 CCTV 快棋赛的那种赛制。这个可能比我们 CCTV 杯的赛制还要快一点。哦，我们 CCTV 差不多，嗯，接近10分钟。对，我们 CCTV 杯的那个赛制是有10分钟的，可以就碰到关键时刻，你还可以有1分钟时间可以思考。这个有十次这样的机会，嗯，他这个直接就没有了，嗯，并且前面的10分钟。你稍微愣愣神就已经马上就过去了，几乎就30秒一步就往下下。是，所以韩国棋迷对近几年来就是韩国棋手的成绩被中国棋手所压制，也有一些评论就说是因为这个赛制这都是快棋。哦，太快了。对，快棋嘛，他们也主要是为了就是迁就于电视直播吧，就是对于受众来说更有观赏性。是，嗯。否则一盘棋下5-6个小时，人家看着也太累了。看他这比赛是完全直播的，哦，就从最初第一步落子就开始一直在直播。嗯，好，我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黑棋没走了，告一段落之后，他先这里搬尖，这个是也是很大的一步棋。嗯，假如这里如果看的是白棋控的话，那这个搬尖对非常非常大。搬尖白棋虎，白棋虎，这个是要虎。黑棋这边飞了一个，嗯，飞一个有强烈的先手意味。对，飞的话，白下一步棋赶紧把脚补上了。嗯，这个，这棋，这日本棋手比较喜欢这一类的棋吧？嗯，就是走在外面，所谓的，比较注重于势，嗯，或者说是所谓的大局。其实实惠一点，这样的棋也是可以下。嗯，同样都是先手，对，就是看这两个子哪个位置更好一点。是，这是不同的选择。另外，这地方还有冲断，所以这块黑的不是太薄。嗯，它是下在这儿。嗯，白棋补角了，对，补角之前这里先搬一个，这个是绝对的先手。哦，对，先手搬，不走一爬就死掉了。嗯，你肯定就挡住。哦，白棋走这个，对，黑棋下一步棋是拆边。嗯。
这个拆边也是瞄着这个断的手段。是，本来不过你我们就是比如这个纸不放放成黑细胞，放成换一个颜色，我们可以看见、这一带的规模就起来了，对，相当的大。所以这种在这类的棋还是挺大的。嗯，啊，也是有先手意味，白下一步棋补了一个、啊，也是防止断。对。啊，白棋搬。黑棋跟着搬。啊，这个是一种棋形、对，往下踢。当然，他期待着黑的力，然后他再连扳过去、对，就上下都得欺负得到，是下边来一下，上面再连扳一下。这棋黑棋脱先是很灵活的一个下法。黑棋实战没有走，这地方就看清了，是吧？这地方还有打吧，所以这段行子觉得价值不大，所以他在这里。这个其实一直这个棋形上，就是黑棋一直是有这个点的，这个好点可以下的。然后白棋靠压。白棋是靠在这里。黑棋搬。对。白棋是断。黑棋是往下立。这个下法很有意思。曹老师，就这个棋形啊，就是白棋拆之前这个拐不着。对，哦，能拐着应该好一点，应该还是好的、肯定是好的。就是白棋刚才您说的是这个拆之前先拐一下，跟人家交换再走。那这样打路很有可能没有这么严厉了嘛？不过也有棋手就被拐着的也有，但不被拐着的可能更多一点，就拐一个可能他会进来。跟周围可能有关系。那如果这个局面如果先拐的话，是不是黑棋也就会退？因为这打路时候拐吗？对，因为这边感觉很大，跳出来了。跳出来了。他就不说、还是要作战啊、就这个时候怎么也拐不到了，拐不到了。这是已经拐不到了。对，那拐不到呢，白棋实战就大概也是选择靠压，然后黑棋是扳，白棋断。黑棋这个力很下的很强硬、是，那是不是好啊？这个还未可知，真的还不、我觉得还不一定是好的下法。他是不是期待着接受这么虎一个啊？那这拍一下很舒服。对，他拍一下，再把这一接。对，下面两个子弃掉、可是这边以为好像这边能这么围吗？能，可以的，肯定可以。这感觉有点太贪心了，围这么老大。不，肯定白的应该不会这么下。白的不能这么下，对。白的是打出来。白棋这个黑棋好吗？我没觉得黑棋这下法就好啊。然后黑棋是粘出来，吃这个你总是长不了了。对，长不了，长我再出来。对，是黑棋实战是打吃。这下法我没见过。白棋踢，这局不可以这么定型了吗？他应该再长出来，打不上去这下。目前就进行到这里吗？是吗？实战不知道是后面是走什么的，应该是提了吧？提的啊、这个对，要提。那接下来曹老师这个黑棋肯定要长出来，除了长还有这个打，这个还要打哦，开劫。很过分，这个好吗？这个开劫不太像，应该是要应该还是要长啊、这棋走了，对，长好了，黑棋是长，然后白棋立，对，这个棋形除了立之外，还有个下马在这里跳，对，同样都是先手，然后黑棋也是要粘上吗？对，肯定也要粘上。然后白的再在这里打吃，那这个跳好还是利好？当然我们就判断是利好，不，对局者他选的是正，因为实战是利的，他利了一下，这脱先了，然后这边又拍了一下，这被他扳一下很难受的，
扳不住，他只扳有断，扳的时候白棋这边先刺了一个啊，是应手，试探一下黑棋下什么，不理他都可以吧？好像这个好像不一定绝对是先是白棋，嗯。啊，他是不是可以走这类的，嗯，或者这类的？这个冲断怕吗？断了我接在里边。嗯，看一下，白棋是断，征子白棋是不利，征肯定是不行，只有走在外边。啊、嗯，这样白的倒是也能够得到处理的，即便黑的这里有一个也没什么多大的关系、嗯、大概是这样。他还是硬了，嗯，硬的话贴了一个，然后白棋是跳，只能跳，这地方白棋棋形有点委屈的。黑棋下一步棋飞起来，飞这个，我怎么觉得还是跳在这好一些呢？会不会呢？嗯，跳在这里，这地方对黑棋这块棋也是有点威胁的，我主动的时候是你如果冲我是可以挡住。嗯，那曹老师如果是不是担心黑棋直接打入呢？直接打入、这个、对，直接打在这里，然后黑棋再往外立，往下立，往下立，立，然后搬，我再搬回去、嗯、啊，也有可能倒是。嗯，是不是担心这块棋的安全问题，没有根据地了？对，是，我跟这个也类同嘛。我这个我打入呢，你都盖着我往下一立、嗯嗯，甚至我搬过，对，感觉差不太多，差不太多，差不太多情况。嗯、好吧，他选择这个，白的是不是觉得还是这个厚？现在黑棋下在这里，飞，飞。飞，嗯，白棋接着飞，嗯，白棋也接着飞，嗯，这个结果怎么样？这个转换的结果。黑棋好像也能下士了啊！嗯，就看这一代以后怎么样定型了。这个空怎么样围，把它围成实空？嗯，这里边未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些隐患的，两边有靠。这边有靠的话，他现在一路他一过，所以可能还不算太怕。嗯。本来的话是很严厉的，这靠。比如说这里有一个挡的话就很严厉了，对，那靠的话再靠一下，反夹啊，那样可能要直接出棋了。嗯，但是现在没问题，他还可以接上，因为他一路有过。哎，我看他实战下成实战黑棋下一步棋是拐在这里的。 嗯， 嗯，拐啊、哦，黑棋扳，白棋长。嗯嗯，看这一带是个什么情况？曹老师，这个长之前能不能先冲断一下呢？嗯、他亏吧，他怎么断？觉得官子亏，就冲完断脚上。断脚上他也亏啊。啊、哦，断脚上他也觉得亏，他能够走到吧？以后也能走到，也能走到。以后断他也要吃在这儿，就不会接在这儿。这个关子差好、哦。有这个长的时候也会粘在外面是吧？应该也会粘在外面、哦。那如果都能断到呢？应该能够断到。他先走了，可能有会亏一些。关子上会亏，嗯、对，脚步目数大，所以不是太着急。他搬了长，实战是单退的。嗯。啊，黑棋下一步搬在这里。嗯，搬。搬白棋不敢断。断它顶进去了。对，这上面有一个断点。对。嗯，也是因为这个黑棋可能才敢搬到这里。嗯。那跟这个比的话，它一定比这个好吗？
般这个我如果顶上，假如顶上一球，或者我就不走，我比如说我单藏一个，哎，他是藏了，这就好吗？黑棋他是说，就这个你获利在什么地方？就如果是这两子之差的话，对比起来是这将来顶的话，顶上就你总不能算你顶了吃过吧？以后白的断啊，都还有断，白的。比如说举个例子说的最那个一些，就算顶了跟你接交换，你这就便宜了吗？这两个拐不一定便宜，对，便宜，并且不是，并且白的还不愿意跟你顶了，你这长的这种地方很薄啊，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冲断有先手，这里边味道非常差，不你看了他是来贴来用上这个了，对，然后白棋是断，断，黑棋接着吃。我如果立呢？我如果立，你是要下啥？我看到实战是立的，而黑棋这个地方就弃了，不要了这颗子，不理了是吧？不理了，这边搬完之后在上面行棋了。这个底下那颗子不要了，它好像也不好要了。他现在有点来不及，因为他如果走这类的本身这局部就有点问题是，是吧？如果我断你接上这地方，是不是就有夹之类的棋，或者我就拐过去夹，对，这个夹完之后这边要吃，这边要回家，对，这个好像味道是有问题，黑棋不行，他这个气质可能也是出于无奈，但是沈德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搬这个了，实战，对，实战是搬，然后白棋把这个子吃掉，这个子就吃掉了，黑棋靠，还瞄着吃这两个字，白棋跳，白跳，这个是一个棋形，反正可以吧，还有一个下法就在这里搬，搬的话步调也不一定好，或者直接他就吃，就吃可以，然后滚打，滚打，对，这个也可以，对，滚打，对，打在这里啊，不一定便宜，他实战这两个要考虑来搬把吃，这两下黑的还是蛮舒服的啊，能打到虎在这里，这个算是先手吗？对双方来说的话不太敢不理是吧，不理的话有点问题，你的话黑的有机会，这个虎进去还是很厉害，刚刚实战看到白棋下一步棋走了这步棋，对，跳了一个，跳在这儿活棋，还是需要补，还是担心这块棋的安全问题，他靠这个地方不走，被黑的点在这里，确实有很危险，对，很危险啊，并且本身目数也是挺大的，他虎上，那我们看这地方黑的能够走到一下吗？回个。这地方黑的能够先手走到一下吗？这湖挺大的，因为不走它一手可能能够全封上，你不太敢打吧，打它连根把你吃进来，对，这黑棋揪着白棋不放，他走一个还要救着他呢，这个
多欺负两下，欺负欺负他，让他现在后手做活。这边加澳洲这块棋感觉也没有活干净，但暂时应该没什么问题。这块棋是吧？啊，有一点点，一点点。黑棋如果通过白棋攻击这块棋，能把这儿围上的话，这个实控黑棋还可以吗？哦，对，黑的还可以。黑的如果这里能虎上一个，这里空还能围上，都围上，是肯定是可以的。对，这就这局部白的是走这个活是吧？走这个是活的，走这个棋是活的。就别的还不一定活了，这两个子不能要了。哦，要你现在要回来是可以要啊，粘上，要回来粘上，我虎上是先手啊，你要也没什么意思啊。嗯，是吧？啊，局部来说是走这个是活的。嗯，他现在是藏这个也是先手，但藏这个被黑棋出在这儿，说不定整个的都不活了。那这棋白棋还有点难受，是不是走在这里会好一些？就跳在这个位置啊，可能这个会好一些。嗯，这个被他靠一下的话，还是不是太舒服。嗯，又被顶了一下。啊，这两个子还不敢要。啊，要是可以要，但是意义不大。嗯，啊，白的冲一下，这是打将还是是要下的招？这类的棋，反正。对黑棋总是好的，你现在下冲是硬手。嗯，不用试，不黑的没有别的硬手，只有挡住。对，下面断可能是一个是硬手。嗯，不断哪边现在好像都有点亏啊。嗯，不太肯断。不知道他们现在的用时情况是怎么样的啊？啊，现在接近三点了，可能有时候有一方已经开始读秒了，有这种可能吗？应该至少有一方读秒。对，基本是用时已经用完了。对，这是顾子豪。啊，你看顾子豪像读秒的样子吗？神情比较紧张。嗯。啊。来，许家园。他就这样来了。嗯。哦，断了一个。是断了，断在这里。这个被他打掉一下。嗯，然后白棋是接上，接上，对，黑棋粘上，接上。白棋长。嗯，这个应该是白棋所预定的下法。嗯，预计就是想像这样的，他拐这个也先手，一打就。嗯，吃不消。对，退了一个。啊，退一个，他就把这个都捞回去了。嗯，打吃，接上。啊，这个下法，这个捞的好狠啊！对，就进。这个脚，因为脚上现在有一些先手，有先手，他就可以好好的活了。啊。就是不光是要活的问题，活之前还得捞一票。嗯，对，还威胁对方脚上的这个死活，就是上面其实也没有完全干净。对，更长远的话，黑的对整个没有活干净。哦，这个下法很狠啊，还是不错的下法。啊，是，不这棋黑棋如果强杀白棋呢？强杀怎么杀呢？比如说点，哦，这个地方顶是先手，可以跳出来呀。嗯，封不上。但是你顶没用哎。嗯，你顶的话是没用的了，顶给你活也没什么，这样苦活吗？
棋，黑棋现在下一步也是很关键。嗯，干净一点呢，它是可以搬箭，搬箭。嗯，或者走这个。嗯，走这个也挺好，走这个好。走这个。嗯。啊，这底下白棋已经没有眼位了。没眼了，对。那白棋只能是往上跑。嗯。往上跑，你如果靠这种的话，他可能就给你活了吧？怎么样？还要追究吗？不追究，可能藏一个上。嗯。哦，他这样哦，这个也很好，他走这个也很好。嗯，就唬住。哎，对，因为你现在顶他，哎，他就挡住。很厚，他这一挖你，那这个虎白棋有点缓，还是能脱先吗？可以啊，哎，脱先，嗯，脱先就直接脱先是吧？因为下面虎这已经有一只眼了吗？下面虎有一眼，不是，你不能给我下到这里吧？哦，下到这里，那这里你不活了，不能脱先。哦，对，那个几是先手，前面有个打，啊、对，脱先应该，他可以不用下，这手棋把变化都下尽了，这个为什么要下？说你可以先攻击这一边。我老觉得这手棋能成立就很大，非常非常大，这黑的实控应该还可以的。嗯。是吧？白的全盘现在空不多，这是二线空。嗯，这个被他走了之后也是三路空。嗯，这有点缓，我觉得这个活把变化走干净了。嗯，哦，他用的一个抢手吗？白的力，他是要加在这。对。现在这个故事好，现在要在脚步想方法，这个点是什么情况？它会靠住，会靠住。嗯，对。然后白棋搬呢？搬它怎么办？搬黑棋如果本来是应该要跳的话，好像不太行啊。对，跟最后好像是有眼杀无眼的样子。他冲了一吃吗？那这是什么情况？嗯、这是对杀脚里对杀是白棋有利吧？嗯，黑棋粘白又挡上。对，是白棋有利，黑棋死掉了，有眼杀无眼。除非这么搬回去，但这个搬又是个打劫活。搬回去，不能接受。搬它可以顶那种，有可能。这应该有别的下法吧？不会这样简单的黑棋就不行了。就黑棋如果靠一下挡，如果是打劫活，黑棋不能接受是吧？看一下打劫。打劫看怎么打劫嘞？打劫黑棋就靠完挡上，这么靠完、嗯、啊，就直接就这样打劫是吧？嗯，挡这样挡住是吧？这个劫不是明显牵手棋吗？就对于白方来说是一个无忧劫，白来的，黑棋劫有点重。不过，你找哪个劫是个问题哈？对，但是问题这样。我如果顶上，嗯、你挡吗？挡，要挡，这要挡。要挡。我如果做，我那劫因为没合适接着，我就做活。你不脚底也牵手棋吗？对，如果黑棋补一个，等于说黑棋走了一个后手。啊、嗯。本来刚才摆的黑棋不走，这个是先手。对。嗯，让白棋后手活。这手黑的胡还是有点缓，我觉得。哎，他现在我看见他是单挡，嗯，
担当。担当是啥东西啊？担当白棋，白棋首先不能尖，尖的话不能尖这个是吧？对，尖这个是不会，气不够。那是不是最强的要么就如果走这个呢？走二二呢？二倒不太怕，他这个劫是不是很缓好几气的劫？对 对, 对，嗯，他跳呢？跳黑棋，这样够吗？这样不够。哦，够。对，黑棋点也行。点完挡上。点完。嗯。挡这个白棋不够。哦，这样就不够了是吧？对。哦，这样就不够了，那是点，那跳肯定不行。对。所以他实际上指的是这个。嗯。走的是小尖，对，这个小尖，小尖显然要搬过去啊。他现在是走这个，比如说走这个，现在还没下，而是走了。走了。那脚里这个是死的了，对吧？一走。哦，死吗？死了。死掉了，对，是死掉了。人家都没气啊，那怎么弄啊？这黑棋行吗？没气啊，气都没有，你搞什么鬼啊？嗯，实战目前进程就到这里，就这俩没走呢，还就黑白棋虎那个地方了。啊！但是这么看已经死掉了。不是，嗯，气也不行啊！你不走更没气啊！我一紧气，你气都没了。是。那不是这黑的不是在搞笑吗？像是这个结果。这个黑棋如果跟上面杀棋是肯定是杀不过是吧？不是，你现在怎么杀？现在怎么杀？上面几气啊？不会那么简单的，黑的不会犯再简单的错误吧？就死了。我现在是挡住，这时候我就一扳。对，扳。你再走是后手，不走我一紧气，你气都没有了。嗯。然后我这可以不走吗？我有别的下法吗？我去挤这个好一点吗？会，我也搬，差不多。不，如果这个变化黑棋行的话，黑的那肯定别的变化就更行了，有很多。是，这个直接受气，那就没了。而且白棋上面还其实是个活棋，还有个顶，对，还有个眼，上面还是个活棋。我黑子有可能会这么来哈，气了，脚不气了，气了总是黑的，总是没必要啊。黑子下一手下了吗？啊，是往这下了，原来。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就觉得这里就厚了已经，啊，这个死的，我觉得黑棋呀、啊，应该是误算了，误算啊，应该是没看到脚上这个死活的问题，哇，这个应该放出了胜负手的感觉，这个离高级死活都谈不上，应该不至于误算吧？那如果没有这个、可能是个中级死活最对最多了，因为如果没有误算的话，他其实这步棋不下的话，里边还留个打劫活呢。啊，他这边不走这步，他以后走这儿，白棋他得搬一路过。你说这个是这个没问题的。对，他不走那个，这个这个、还留一个打劫活、啊，走完净死，应该是无算了吧？他这个是先把自己走死了，先把自己置于死地，然后再后生。而且这里边
这小尖，将来小尖是不是？小尖他是这个是先手。哦，这个是先手。所以他，他不很小尖，他这个是有点奇怪的这个。嗯。但是现在走完是往这来了。啊，这个如果说这样，这个黑棋如果真的是这个人能够达到目的把这个吃的话，这个有点搞笑，是吧？应该不至于。真的是翻那看起来这个是一个简单的错误。对。啊，应该是这样的，打劫走了一个净死。嗯。不过他后外边稍微厚一点。嗯。不过他对呀、啊，你总不能这个打劫走成净死啊、嗯。对，不知道许家阳这个接下来冲许家岩说错了，许家岩、嗯、将来对这块冲击啊怎么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吧，曹老师。好的、啊，我们一会儿再为大家带来后面的讲解。现在准备吃白棋的这个棋、嗯。嗯，一会儿见。一会儿见。有意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欢迎回来。嗯，我们刚刚讲到这里啊，黑棋靠，嗯，这个进程有点意外了，就突然就走到这里去。如果说这棋黑的，或者说还能下的话，那刚才黑的优势太大了。嗯，黑的有很多很多种下法，是等于说白白送死了一块现在。对，嗯，而且是靠这个。现在对这块棋是要开吃，动了杀心。是的，粘上，然后黑棋长。长啊、嗯！尝试白棋是这边搬了一个，对，嗯，这个是多一点头绪，它总是好的。嗯，黑棋是跳一个，白棋怎么样？腾挪捉眼。曹老师，您觉得这块棋危险吗？一点点危险，不过应该是能够活的。正常情况下还是可以活的。对对，应该能。这边空间比较大哈。对，它这个是有先手的意味的。嗯。哦，对于脚上来说，对，它是一个靠嘛，对，靠完有一个反夹。对。哦，一系列的先手，嗯。好像就要出棋了，这个你不理的话，你要靠。嗯，加这个。再加这个。这个。对，这个。它还有个小尖一点的棋。哦，这一小尖，这黑棋已经难以两全了。这俩子要被吃掉，这仨子要被吃掉。嗯。他现在看一下啊，看现在是。白的，所以他是敢于挖一个，对，仗着这个是有先手意味，他在挖、这里挖了一个，哇，黑棋吃上面，对，然后白棋在反夹，夹，啊，他就看到这个是先手，就夹出来了，对，夹黑棋如果虎的话，这个黑白就会吃完粘上吗？对，有个打劫啊！哦，这个到处都有问题了吧？对，这个这边也要尝出来了。这边上，这边一接先手，这还有问题。这个不、应该不会虎，这个不会虎。对，看这个棋形，黑棋有点难啊。黑的对，有点难。是粘黑棋粘上了，这个先把这个子粘上。先、对，先把这个味道补了。白棋把这个接上，白棋粘上，黑棋是提，然后白棋粘上，
一七八，嗯，这棋黑的一根筋的要吃白棋了，是吧？嗯，这个棋如果黑棋不犯这个错误的话，形势真的黑的是非常好。嗯，之前白的什么地方犯错误了？这一带白的亏了，这种段是不是走到小的地方去了？被黑的这个地方过来，嗯，上边被他靠了顶进去，我觉得这个棋形黑的也是好的。对，白棋这个跳。像您说的，是可能跳回来走回来下面会好很多。那这个现在白的应该是蛮轻松的，能够处理。吃一个，吃。这黑棋，这有点难受啊，好像也只能粘上。走这个好一点。走这个，哦，好，这个。走这个的话，这个长是。长是先手，明显的先手。嗯，走这个长还是可能，也许还能扛一下。嗯，团的话，白棋往下拐，嗯，往下面拐下去，这怎么办？那黑棋也只能吃了。到这个情况下，对，也没有其他路可走了，怎么吃呢？曹老师，您看怎么吃会比较好？走这个，他现在是一个后手眼，那，哦，上面是一个后手眼。棋形上感觉很难拿捏，这个棋形。对，这还有个抠吃，抠吃点这个呢，点这个是吧，就白棋挡黑棋，就往下立。立，嗯，往下立，这个是什么情况？有个靠，这个后手眼，后手眼，啊，这眼给他啊。那我这一抠呢，你给我吗？嗯，抠吃就吃完粘，吃完退，这个挡是后，这个是后手。不是，我吃你是从这里来的。嗯。我提这样。退。退。这个能吃吗？搬进去了。搬就张开大嘴。啊！狠狠的吃。这个都本来你就无所谓了，是吧？粘上呗，粘上，粘，嗯，上，那就粘上。哇，这样，小尖，小尖能小尖好一点，可能是吧？小尖呢，在尖上是吧？白的也还是会有一点点机会啊。嗯，就找最狠的下吧，现在没有退路了吗？呀，嗯，是这样啊，嗯，那现在黑棋应该可能是走秒了，也许双方都走秒了，黑棋的时间上也没退路，或者说白的时间上应该也没什么太多的退路，这棋会挺好看的。对局者是这个是心惊肉跳，每一步棋都是。嗯，我们也是看得非常刺激，觉得。这棋，假如这两步没有的话，就这么下，不一样吗？嗯，而且那两步我还有一步飞刀，就是说，是啊，就是说我时时刻刻可以来跟你开劫，我就可以多步棋呢。哎，而且最重要的，这顶是后手了，啊，这块棋还没活，顶黑，因为这边全是子嘛。对对对对，就是不光是讲让他打劫的问题，不是讲，就是这块棋死了，打赢就是。那如果这样的话，那黑如果那个劫的话，这杀起来可能有戏了就。这两步棋是太失水准了，啊，立一个跟这个交换。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读秒的关系。这个他现在白的吃这个是。嗯啊，先吃好棋，先吃，对比这个要好。对，这先吃黑就没得选，这就只能跑。然后他再下来，然后再拐下去。他现在是不是得拐过来了？
黑棋也只能拐吧。拐这个黑棋不好吃，应该白棋是靠一搬一个吧。看到的是骨子好，很冷静的样子，看不出是局面现在已经是在如此紧张的紧要关头，对，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嘞。看看骨子好的表情，对这盘棋目前的局势还挺自信的。黑棋应该是下在这里吧。这个没有，这个一直放着。但是看看白的怎么活。黑棋怎么还能不露子啊？不会不读秒啊。有可能是不是网速的关系？因为徐家咱在我们休息的时候，徐家园已经读秒了，那会儿就是上半场的徐家园，对，已经读秒了，那应该是一分钟一步才对嘛。对，肯定是。他是走、这个、白棋是走的这步棋。二路飞，这个也得活得好一点呢。二路飞黑棋，黑棋如果跳呢，很想下在这里、走这里。想吗？走这里活嘛，这棋白的。走这里啊、感觉就是第一眼看上去不是那么容易活的。对，我搬、因为上面只是一只后手眼。这个退回来，退我就把这眼破了，你然后你怎么弄啊？断一个没用、走这个啊、还有走这个我是什么，走这个也行。现在这也可以下右手棋呢。这个我滚掉一间，那肯定活了吧。跳一个是不是也行？对，跳一个会好一点。跳一个靠这个，靠这个我搬，好像你不行。哦，白棋是这样。不是的，白棋顶，先顶一下。顶一下，然后呢？然后黑棋如果粘的话，它可以这个以这子放这儿。那稍微好一点、然后这现在靠这个。靠这我搬这个。搬断。让我打吃你一下。它这个子放这儿，我打劫。我这个打劫有问题了，肯定那有问题了。啊？这么哦，是靠、他是走这个马上啊、马上靠的，靠是像一个其他的班呢，没走这个直接靠，这个很精彩，很精彩。那靠还是跟刚才我们摆的一样，是不是还是断？断我叫吃，你能接吗？然后他吃这个，他提然后打，打劫粘这靠，你搬我顶。打劫。这个是一个打劫。如果这是打劫的话，还是很心痛上面那手棋啊。哇，这才没有那个就好了。打劫的话，我觉得这个棋胜负就有了。不是，他可以，让我想想啊，他还是走这个吧。走这个。提劫。白棋提劫。你能找到几个劫？黑棋吗？对，不黑的，我这种都是劫啊。对。我这都是劫啊，你白的劫能打赢吗？太复杂了，这是这样打劫吗？白的找什么劫啊？
哎，这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劫财，看那个白棋是不是这个劫，是不是还有别的下法？白棋这个时候断一下，白棋现在靠吧，现在靠黑棋，这个总不敢提的，提因为有断嘛，单靠黑棋，如果搬白棋是顶，把这个走掉，顶，你现在顶不行，不是、啊、也不是不行，顶的话我现在不能吃这个吗？吃它这个粘，你走哪个，它粘上，哦你的次序走不好啊，哎它粘上还得这么，是不是就有劫财了啊、哦、你是这样啊，打完这脚上劫财，哎，这个劫财倒好像是多那么一点点。黑棋白棋可以打这个，这样多一枚劫。嗯。粘上，然后再提。这脚上多了一二啊，一二，往哪儿打呀？三、四、五，多了五枚劫。嗯，这个棋是多五枚劫吗？哦，是站这边是这么下，他直接吃了，断吃。你说的这个有点道理，是可能会多五枚劫。他这个打吃时他就靠这个是吧？他现在他也是靠这个，嗯，好像还是打吃好吧？我怎么觉得？哎，吃这个这白家不是活了？对，进活了吗？对，嗯，是啊是啊，是进活吗？对啊，等一个，你顶上。顶吃这个，吃这个我就接上，这可以吃完接了。嗯，那他只能粘上，那这白棋顶这不成净活了吗？净活，对，刚才打是打结活，是许家阳看错了还是觉得这样收官？许家园，我老说许家阳被洗脑了，许家园、嗯、是看错了还是说就收官也行？又看错了，收官也行，还能收官是吧？还是打劫觉得不行？假如下成这样收官还行的话、嗯、那刚才是黑的太行了、嗯、现在是下到这儿不太行、嗯、现在是下到这儿，许家园还没有落子，活了就到这里，这样成了一个净活。刚才黑棋打这里是打劫活，嗯，不知道是不是又看错了，看错了，他这个很糟糕的，他这个还想收官子呢，哎，这个被算，这计算太差了，这个黑棋这盘棋计算太有问题了。哦，黑棋白棋活之前这边还能再便宜两下，是啊，打两下，你现在只有提吧，街上直接就被打了。嗯，他提掉，提掉，提掉，这里打吗？还是就单走这个？好像总要打的，没什么亏的，打掉，打掉，顶上，大概就形成这个结果。黑棋应该是走这个，白的走这个，这个官财有话收吗？嗯，嗯，啊，许家园，不知道。啊，他是单接会好一点，这个、单接会好一点。嗯，这个没有打。对。就单接了一个。单接接打一个。黑的有可能接上吗？还是提？还是也是提可能？差也差不离，不过好一点。嗯。
哎呦，这是许家园。那怎么办？这网络传输好像是有点问题，这个题不会隔那么久还不长考还不出来，对，就是接活的题吧，但题的可能性还是大。接上。接上白棋走这个，这个木的话，黑棋应该是不够了哈。嗯，这对这边少一个，它这边。啊啊，对，这边。放纵这地方黑的一定是有机会的，我觉得不能下成那么差的结果。那个角肯定是误算了，啊、这个地方不知道，这地方好像白的也是成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觉得打劫劫财也不够，选择了这种收木的下法了。嗯。但收木的话，应该这个地盘可能木也不太够啊。是，我们看见是许家园，看他手里拿了把扇子。走的是提。再打出一点声音出来了。嗯。走的是提这个。提。嗯。提的话。这个是先没有白的，正常应该下在这里，活了。他这个还有机会跑出来，好一点。嗯，白棋的这个，这个白的活得太成功了。白棋走这个黑棋，然后冲。啊，这个，对，这个是黑的先是全力，是。以后是还要白的还要收几口气是吧？提掉。冲提，白棋得补一个角上。这个角里啊，可能，我想许家园的误算可能并不是说是那个这个死活的误算，他这个死棋他应该看见，他觉得可能对这个气产生了误算，就从感觉他的气可能还比较长，对，可能没算，其实算一下的话，直接就是很明显，就是个那个了，对。这黑棋就是有点杀，没多少气，这黑棋。对，黑棋是提。白棋接上。黑棋现在先手收官，便宜。他会不会把这个先断掉？对，断是先手全力。这个胡也，曹老师的这个胡也很大。这个胡应该是先手全力，能够下到了。他现在还有时间考虑吗？应该是网络的问题啊。糊一下。
好像这个差距不是想象中那么大。那棋黑的应该是会下在这里，跟白的这个做交换，因为这个的目数肯定是大的。嗯。然后黑的会下在这里收官。都是绝对先。这里的下一步，白棋应该会靠住吧？不敢搬，搬了断。是吧？这个以后要受多少颗气啊？一气、两气、三气、四气、五气，都要受，起码要受五口气。那收气过程当中，黑棋是这些是不是都是可以吃掉的？还包括这个字，也就顶着收。顶。对，然后尖。这个是先手吗？先手，啊，这是先手是吧？完全不理的话是一气、两气、三气、四气，不理是也可以，我就不做眼了，这眼我就不要了。这个不是先手，不是先手。是这意思吧？但是特别大，特别大。走了这个，那这个就是先手了吗？一起、两起、三起、四起，这个也不是先手。哎，这个这是后手。后手吗？啊。如果收气呢？这有如果有个子，收气就收气，他就收气啊。我还是比你快一气。我这个先走一下，先走掉。这样气是一样的，可以走这个，然后白去收气。哦，这走掉是不是好一点吗？搬的时候黑是不是可以扑？对。搬的时候你还可以还有铺的可能性，确实有。这样的话，白棋收气，收气，嗯，收气，收气。嗯。嗯。没了吗？还有点细的气，把这个吃掉的话，如果这是先手的话，粗略的算一下，如果算都算醒气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八十九，嗯，算再给他算一目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九四十四一十，四十五五十目。五十五白的五十五目左右，黑棋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目是提不出来，但是也还稍好一点，不是差距那么大，对，没有想象中差那么多，是那。哎，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这杀的啊，肯定有问题。杀的黑的又是有问题走的，因为这啥都没有了，不会给他下上禁果，这个也不要吃，那就不是先吃这个呗。那如果曹老，如果当时黑棋不杀的话，把这空都围上，是不是比我们现在多呢？多了啊、哦，那证明那前半盘黑棋好挺多的哈。不，当时就是这一代的时候，黑的不犯这错误，黑的应该是优势的，形势是占优的，对。顾子豪是不是已经赢了？对，我们这个网速可能有一些问题，到现在还没有更新啊，棋谱。不是，我怀疑是不是就到这儿了？
更新不了了。嗯，许家园斗智全武，可能有可能就愣输了都可能。嗯，对，起不过好像冷叔还早一点吧，不，网速卡住了，应该还会再进行几步，不是被网还进，应该还会下几步是吧？对，但没有了，后面没有了，是不是可能是不是就下到这儿？嗯，看见。嗯，如果收官的话，应该是黑棋踢不出母的，对，差一点。 但是没有想象中差的那么多，还是能够扑腾两下的。对，哎，他这棋谱可能是不是就到这儿，但是没有出结果，网上没出来结果。嗯。网速有点慢。许家园这一可能一读秒的时候有点慌乱，计算方面是出了他大问题。不但这里犯了错误，如果冷静下来应该还能下一下，这边攻要攻得好一点，即便不能把白棋吃掉，他也应该是收获比现在是要大一些。那个时候黑棋靠之前，如果想围的话飞到这里，这个空这么围起来 啊，如果他目是会好一点，围等于比现在目要好一些。对，现在是不是空够就不知道，不过当时也很难冷静下来，这个突然就死掉，死的并且很干净，而那个时候也可能已经开始读秒了，没有时间去把整体的目数算一下。是的，正常情况下，正常思维可能是觉得白送一块棋要拼一下，得这个放出胜负手。是的，是的，是在这里犯错误之后，肯定是会下出这样的棋的。是，假如还能收，还是如果形势就是还不错，或者说胜负还可以或者差不多的话，那这棋黑棋这个在下些什么的？哎，对。不过好像这盘棋在局面的某一个阶段，好像黑的优势还是挺大的。嗯。啊，看他犯了那么大的错误，后面这个也没攻好，目前这个黑棋盘面肯定还是要赢的。是，这个黑棋打出来之后，长出来之后，让白这边活得比较辛苦。那段中盘阶段，黑棋还不错啊，老师可能是。因为这块棋也没有活干净，就等于说这个空一直是潜在的一个潜力。嗯。我这地方是不是会没处理好？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直接索性就扳住他得了？当时黑棋扳这个二路的时候，别跳，扳住他，行吗？是断我就一路打，这两个就不要了。不，这个跳好像是我是觉得跳在这里会好一些。在这里如果一样活的话，不会那么苦。会不会靠着顶这块白的有点苦？我们现在的棋谱由于可能不知道是网速的原因，还是说这盘棋已经结束了，这盘棋对结束了啊，最后一手棋是164手，哦，就是这步棋啊，曹老师，就我们摆了最后一手棋了，就没有这盘棋，对，已经结束了。许家园中盘投子认负，那郭子豪获胜了。哦，那是非常好，非常好的结果啊。那我们也非常幸运的请到了郭子豪来到现场郭子豪来现场，我以为你说我们非常幸运的中国队这盘棋获胜了。没有啊，原来是这样。那好，我们请到了郭子豪来到现场，或者获胜者到现场。哎，行，杨子辛苦你了。郭子豪，好，首先祝贺你，郭子豪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盘棋，就是你觉得这盘棋的状态怎么样？现在这盘棋我觉得其实前面我以前就是这个局部是有过一些研究，但是确实很久没下，所以我也不知道开始怎么样。但我觉得这盘棋就是一个就是感觉一个很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头被他搬过来了。就我当时觉得不断我可能尝一个这棋，不知道是不是形势差不多，反正我觉得被他一搬，这个形
这个局势一下就不太对了，因为首先我下面没有吃掉多少木，然后这一搬之后，他再一靠就是虎到这儿的时候，首先我当时上面这块也没活，然后下面他还有往里钻的这个手段，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下亏了很多。对，这个地方被搬完之后，然后这个白棋相当于是苦活嘛。对。啊，那段时间是中盘阶段，黑棋优势很大嘛。我当时觉得，这个棋确实非常难下。那后来许家元就在这个地方，不知道他是不是误算了，是误算了吗？我觉得他，对，他如果下出这步利，应该是误算的。啊，如果不利的话，脚上至少还有个打劫活。如果不利，他应该是几个可以打劫活。那如果他要是下到打劫活的那个形式怎么样呢？打劫活我应该是总是不好，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实战，就是后来等于我觉得他这么强杀我，然后没有杀掉，按理说应该是不太会便宜的。然后但是即使下到最后终局的时候，如果他不认输，可能这个棋也非常细，就是没有想象中差距那么大。对，因为相当于他白送了一块，因为他这有收气，然后他这走完之后，虽然说他这局部可能亏不少，但是因为他可以马上抢到这个，就是如果他不杀我的话，他直接走这个，我一样也可以把他左边破掉，所以说好像他这个亏的有可能比想象中少一些。黑棋这个地方如果不强杀，比如说把这个空给围起来，然后又能抢到这个的话，那个局面怎么样？如果说他这两者都能走到的话，白棋肯定是不行。但是其实我当时觉得他如果飞一个的话，我当时准备这种地方什么打入一个，然后试探一下，如果他跟着我应，我这边补一个，然后他走这个我再走这个。然后我当时确实判断了一下，如果说他把这边都围上，但是我也围上的话，我应该是形势不错。就是，也就是说，黑棋许家元那个地方失误了之后，其实形势并没有说马上就可能不行的状态。对，这边主要这边没有下好，然后没有处理好。我觉得主要实战中就出现失误的话，可能心情会受到影响。对，就是这个情绪对于比赛是很关键的。所以我觉得跟他后面认输还有强杀，就是可能是那个。就是觉得就有一种觉得自己不行的话，可能就会没有这个斗志。 对，他那会儿是不是已经开始读秒了？就是那块死的时候，我记得他读秒应该是比我早一些，所以可能当时是已经读秒。对，然后突然死了一块，觉得可能不一定够，这时候放了一个胜负手开始强杀。但是结果不是很好。这个时候他是不是有一个打劫的机会？他断的时候走哪个？断的时候打这个呢？打上面，打这个我站上，好是可以粘上，然后他吃，然后他吃的话我跳一个，跳在这里活。这样的话局部也是进活。那黑棋贴住，然后起一个，黑棋贴，起这个，然后黑棋粘上的话，粘上这样的话我应该是已经先手做出一只眼。这样的粘到这儿，拐就立一个。这样的话他等于还不如实战，如果是木数，因为这个给我粘。那就是其实下到这里的时候，黑棋已经杀不掉了，很难，或者做一个打劫也是很困难的。我当时已经看见他走这儿我可以靠，但是其实我有一点没有看清的是，他如果靠这个这个棋会怎么样。我当时正在想，就是他如果靠我会怎么走，但是当时也没有特别，就是没有想到一个明显能够活的变化图。然后我实战我是在想是不是要往这跳一个，但是这样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活出，还是说会形成打劫。就这样应该是挺乱的。但是我这个图我是之前就看过，就是飞的时候，所以说当时就是活完之后觉得这棋它应该不行，但是就在后面我顶这个的时候，突然一点我发现这棋还是挺紧的。那到最后他认输的时候，盘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局势？我觉得他应该是盘面六目，就是有可能。如果这棋如果是我赢的话，我感觉也可能是半目胜负，而且我
而且后面官子感觉下不好就有可能要输。那其实还是一个不是特别大的差距的局面，比较细的局面。是不是受到心情的影响就中华认负了？我觉得有这方面的原因哈。对，因为这个比赛的话有的时候如果自己信心被击溃的话，就是可能就算自己形势不差或者说差不太多，就是也没有斗志吧。我觉得这也是比赛的一种，就是一种魅力。对，是。好，感谢顾子豪给我们的精彩的点评啊，谢谢啊。我们再有请曹老师继续讲解这盘棋，谢谢。请曹老师为我们这盘做一个总结。好。刚才我们也听见了那个顾子豪对这个局面的分析。就是最后白棋投子认负的时候那么细嘛，他觉得是盘面六目左右。对，那是六目左右，如果左右左右又变成盘面七目，那就是黑的要赢半目。是，这个这盘棋呢，这个还是要再就重点说明一下，用的是韩国规则。韩国主办的比赛用的是韩国规则，就是黑棋六目半。对，盘面七目的话，如果中国规则是黑棋是要输的，但是韩国规则就要赢的。是，所以刚刚顾子豪说，如果下去的话，可能是半目的胜负嘛。对，现在六目左右，对，可以贴六目半。是，不过这棋真下去，我觉得可能顾子豪赢了也不止半目，因为这个棋的心态，许家元已经坏了。对啊，就是因为很多棋，他假如说像是后来那个盘面黑的还有盘面六目的话，那之前黑的不知道有多少次能够下到盘面七目、八目、九目，甚至于十目的那个场面。是吧？那曹老师，是不是就这样的棋手，他对于一个围棋上的一个怎么说道上的追求，就是我经常以前也有就是听闻嘛，有一些棋手到中盘，他觉得虽然差距没那么大，然后就中盘认负了，是不是觉得对这盘棋表现不满意啊？有这个原因？肯定是有，但是这盘棋的话，我觉得这个许家元的心理素质还稍微落了一些。这棋不是，因为有很多棋确实是就是说比如说形势不好了，或者说是很不好的情况下，投子认负，这个是就是当然你还是可以再下，可能棋盘还空旷的地方比较多，但是下去应该也没什么机会了。但有些棋手是会选择投子认负，是有些棋手当然还会继续往下下，这个是这个这样，这两种类型的棋手都很多。对，但是这盘棋呢，我觉得完全就是那个许家元的心理状况出问题了。这个突然这个送死一块，根本就没有想着这棋简单收兵还是可以下的。甚至形势还可以啊。对，这个他是没有想到，这个也符合就是职业棋手的一个比赛的心理。杨子是吧，你经常也会有这样情况出现吧？会有啊，因为其实就犯了一个错误之后，我们其实怎么说呢，这个他们我们看到的是比赛，对，比赛结束现场的画面，这个是许家元他们在赛场。就这网络比赛有一点是比较遗憾的，就下完棋以后，双方的对局双方就不能进行复盘，面对面的复盘没法交流。对，是就像刚刚郭子豪说的，我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对对对，不知道是什么好不好啊？可能如果下完的话，因为许家元也是华裔的嘛，那个说中文一点没问题，他肯定第一时间对就会跟那个许家元说，哎，这地方我怎么会下到这地方去。当然顾子豪当时也会第一时间说，你刚才认输的时候你的形势并不坏。对，这也会交流一下。我不知道许家元现在知道不知道，他至少还是就是说那个顾子豪的判断，这黑棋还有盘面六。
我们刚刚看到现场的画面，他们也在讨论这盘棋，估计现场的棋手可能也给他传达了这个形势的判断。对，因为观战叫旁观者清嘛。是。刚才正好就是说到许家园的这个心理状态的问题，就是有很多棋手，当然是在下棋中，其实我们棋友们在生活中也常常会碰见这样的问题，就是你比如说。做错其实也不一定错，这就做的不太好了，这个事情、但是你要及时的止损，是吧，对，就是说不要一条道走到黑。像这个的话，就许家园就完全就一条道走到黑了、他觉得这个棋死了，非杀这块棋不可，对，这块棋没杀好，那么我就投资了负。可能也没有冷静下来，完全的做一遍形势判断。他可能也没有那个心情了，已经没有这个时间嘛。这个当然跟你刚才说的日本棋手的这风格有关系。可能对上中国棋手的话，可能刚才那个场面，应该绝大部分中国棋手不会投资了负。对，那先往下下，来不及做形势判断就往下下，还是下。对，尤其是韩国棋手啊，那肯定更输的很多的情况下，更会下都给你奋争到最后一分钟。是的。这盘棋看起来就是这个段是不好，比他一般的话是那个这搬完之后，可能他带给白棋的这块苦活，然后这块如果不活，这是等于说是成空了。对，然后就其实他的空，白棋的空他都亏了。被白黑棋搬在这的这块空是他是大幅度缩小了。并且当时他这两个仔不肯丢。觉得丢了就是这个余味都没有了，这个断的意思一点都没有了。因为顾子豪他这个点他肯定判断特别清楚，断这个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吃这颗子，是为了追求这两颗子起紧的味道，当时这个都没有的。这两个子它是一个二指头搬在那里，然后这两个子呢他不舍不得被对手吃掉，所以就形成了这个地方的空大幅度的缩小了。其实当时的话，我是其实也是粗略的看了一下，其实这个地方黑的，这个虎可能我觉得不太需要下，不下的话直接就虎这个黑的空就已经多了。只要这方面不怕白棋来冲击的话，能够顺顺当当的走在这个点上破掉白棋的空，这个全局实地他已经好了，已经领先了，这个是我是万万都想不到的。这盘棋下到结束了，这手棋还没有在盘面上出现，或者说反过来说，这手棋也没有在盘面上出现，这个我是真的是想不到的。对，按理就是对，按照常理这盘棋这肯定是要下这个地方总是要下，因为差距其实很微弱嘛。总的来说，你看后来不是说后来这个地方在你我们再把它投资认负的场景体现一下、这个踢掉，然后它一顶，这个地方顶上就这样踢掉了。踢掉，他再把它顶上。然后他这冲打吃，把这个踢掉一接。我们在这个场景下等了好几分钟，又一直等不来的棋谱。以为是网络出现问题，但是实际上他就没有再继续往下下。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盘面，刚才那个顾子豪给我们介绍说是他判断是盘面六左右，还有左右，他如果下下去大概半目胜负，还是半目胜负，半目胜负的话就是有可能会下到盘面七目。对，这个棋呢就是顾子豪还是相当冷静的，在占了很多便宜的情况下，就是这里当然是吃了一个角，就是他下得很错，并且这一代白棋的处理绝对是成功的。是在这两个获取大便宜的情况下，顾子豪还相当冷静的判断了形势。这个有很多棋手这方面
怎么说呢，当然是有的，这样类型的棋手有的，这个就是说称不上一个是很优秀的棋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觉得白的如果只白棋的这方棋手会往往会觉得我赢很多很多，嗯，官子就收得非常松。对，刚郭子豪也说到，就这下完之后，就感觉自己形势一定很好，但是发现冷静下来发现并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他冷静的比较早啊，他就是马上就能够判断清楚的形势，这是很接近的。并且如果这下次这样的局面，假如说反过来白棋的心理素质稍微差一些，觉得已经是沾沾自喜了，得了那么多便宜，这盘棋已经几副拿下来，然后黑棋呢还在孜孜不倦的紧盯着在后面追，那这个白棋是很容易输的，对，一会儿就黑棋不是说盘面七目赢你半目的问题，可能八目九目，对，因为现在实际上按照顾子豪的判断就是半目的一个差距，对对，一个小官子就出去了，是的，是的，不过是这个从这盘棋看出来综合实力还是顾子豪强嘛，确实是计算上徐家园可能稍逊一筹的感觉，从技术上从心理层面都是顾子豪是更像一个优秀的职业棋手，刚才杨子你想说什么，我把你打断了，忘，也没事，你现在想说什么再说什么好，对，对，那曹老师，我们这盘棋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吧，行，那行，确实是也是差不多了，我们最后再次祝贺一下顾子豪，获得了胜利，对，我们明天也要期待着顾子豪能有更优秀的再下一城，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为大家讲解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再见。